点赞来保持支持一下。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加入到我们的摇摆行列当中，无论你发什么在我们开发当中，我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。他说大山大山，看你上一次的节目啊，你不是到节目最后你才摇呼唤小姐姐吗？你不是说你的节目没小姐姐听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你们浅了啊，你们肤浅了，你们矮了，你们狭隘了。谁说我们节目没有小姐姐？来，有请。大家刚刚培养客户哎，昨天呢，成功你又白跑了，现在你必须要跟着你的节奏照。